第二题，大雄在浴室边洗澡边大声唱歌，但并不觉得有回声，请问其主要原因为何？A. 回声太小声，太小声当然听不见，但是呢，大雄大声唱歌，而我们的浴室并不会太大，所以回声并不会变得太小，所以太小声是错的。歌声太难听，当然就是纯粹是开玩笑，不会对的。那么 C 选项声音没有反射，当然是错的。那波动碰到障碍物的时候都会有反射，所以这里的声音是会有反射的，所以 C 是错的。那么 C 叫做浴室的空间太小是对的，因为空间太小，所以呢反射回来的时间会很短，那么低于我们人耳能够鉴别的时间差。我们上课的时候提过，那么两个声音要间隔超过1/10秒，人耳才能够分辨。所以因为浴室空间太小，回声太快，所以人耳无法分辨，所以听不到回声。第二题问我们说，请问其主要原因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浴室空间太小。